秋秋，什么呀？我明天见。我就走了呀。来来来，好乖好乖。什么？6岁搬走是去广东啊？听说还不能吃好吃的，还讨厌喝没味道的水啊？嗯。 你没有时间吗？请你吃个饭。哎，别！怎么能让你请呢？我们是地主，应该我请你。林哥，讨厌我好，你不知道我喜欢秋千吗？你在我面前突然找秋千啥意思啊？你要说火药吗？我怎么了？嫉妒的小眼神。我怕我被忽略了，我刚才已经我是觉得我被忽略了。 那场戏导演也交不了苦，不要演哭的意思。我为哭的原因是我受不了了，你经历过了很多美好的爱情，跟他一起哭啊，一起闹啊，一起笑啊，不然你就是无条件的离开他。这有时候会比较难受，导演就跑过来说：“那场戏没有哭，但是我说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先释放掉，不然我觉得我会爆炸。”没事，你们马上在布拉格就会再次相爱。 每天都要跟他生活，一起跟他相处。2、1，耶！一起哭过啊，笑过啊。我们以后再养一只狗狗好吗？比较黏黏。好，就像秘密。今天这个光是很浪漫的。他说：“哎，我们结婚吧。”灯稳定下来了，咱们就结婚吧。 我们只要很真诚的在这个当下，好好珍惜对方，好好替对方着想，他不开心我就逗他开心，真的是很美好的。我们更享受于当下那感觉，人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这样，还是要相信爱情。